所憐祈福海願放燈表明，千處來求千處應，萬人祈禱萬人靈。獨以今日良辰，香港純道玄學總會聯同新加坡分會合眾弟子善信，在中國廣東省江門市台山本地複製當空結壇，立案焚香點燈許願，祈求錄音先師文昌帝君五路財神和合先師現數福似雲真，天心立人心，表合眾耳聞，天文歲次戊戌年二月初一日吉時，合眾弟子誠心拜頓首。